厝要上现场，所以贵宾朋友会当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招财有进步，一日春，两日春，会当代代出着好子孙，祝福你当年永中有子孙哦，谢谢哦。你爸爸现在给你拍你鬼子，伊要翘起来无？还好呢，因为伊对大家拢安尼啊。哦。有我那大爱心啊！啊，真的啦吼、哦，他对只要有奶便是娘啊，大家拢好的啦，安尼是无？我唔知咧，我这回爱长头髪啊，啊，嘛是有可能也条件呐、啊。男生也可以有长头发、啊。所以我讲你要看伊的条件是啥物啊？哦，啊、你看早囡仔个多伫倒位，三条啊，三条就是早囡仔。你介意早囡仔倒一个部位？哈，面哦。高水的就好啦，对吧？高水安尼，这个不是你的型，你莫搁笑了。我听有，总是爱对应一个啊。我还在想说，他到底在讲什么形容词啊？你袂使让伊唱独角戏啊、嗯嗯嗯！难得有人会当听到伊好好啊讲话，搁有法度甲逼的，嘛剩我呢。无你敢有欠看护？我会使，你可以把刀，你伤贵啊！你伤贵啊！真的吗？无啦，看场所嘛，嗯嗯，对无？干土哥，你看场所的哦。啊，嘛有分大细，咱做场嘛有分大细哩。我甲你出门嘛有看场所，看大小哩啦。看死嘞！都对，你若出入大场合的时阵，对无？当然，迄款出来话爱无同款。你若形容讲唔对话，我阁会使帮你转甲弯转。啊，修饰一下。嘿、欸，修较水的。你是要甲做翻译官就对啊。对啊，你敢知影翻译官一个月薪水上无爱七八万起跳？嘿。啊，因为迄伊个翻译官是英文、日文、韩文，哦，法文都要会、啊。我没有，我只有国语跟台语，还有国台语，就这三国语言可以吗？啊，你咪敢拍坐一下，人迄翻译官。啊，所以我较俗啊。系啊，你敢拍坐？我唔免七八万，我四万就好啊。拍对阵四万就好啊。我等下要催你啊。我先来啊，为了才搁来啊你吼。我跟你讲，我拄则你咧唱歌的时候，我一个头脑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干嘛一直想听你讲啊？我用感觉讲，我拄来甲咱的婚礼咧做场的时候，我一直感觉我超有气质的呢。那形容感觉这几天啊，安尼来了后，搁甲恁安尼啊吼，耳濡目染下，我来招亲。不是这几天哦，是这几冬哦。哦，这都几冬哦。不是这几天哦。这几冬，这几冬哦，这两天来愈聊愈严重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几冬来是慢慢啊来的呀。哎、欸，变化没有那么快。啊，那你的七月这阵时阵，我你有短时间急速成长。嘿，对。那感觉吼，这跟我的本性，一直埋没我的本性吗？是啊，你以前摇不起来，那个感觉。你以前藏得太深了。我、藏得太深了、哦。我要让大家深不可测，释放一下了。我不可以让你们看到我的里面来雕金，哎，安尼让恁看破卡手，哈，嘛，你爱讲好哦，无我等下变唔对的时阵，咱两个频道就搁分去哦，要调动来就搁废去哦。好啦，当然爱徛伫即个舞台顶，就是爱活叫，爱活滚。啊对。讲到咱现场啊，好朋友心里可以痒痒的。哦心里可以痒痒。对啊，搞一个，搞一个，莫做一个搞来。哦。做一个搞伤歪时阵看伤清楚。哎，加油。慢慢来就好了。距离产生美感。哎，距离产生美感。哈哈哈。安尼是可以啊。哦。来来，欢迎一下，你就要讲伤长啊。哦。好。演讲啊。伊讲叫你家己交啦，对无？是安尼吗？伊叫你家己交啦，啊，搁来嘞，啊，搁来，交会着，敢有好你？小心一下。我熟悉你啊久，你叫啥物名？陈建良，陈建良，毋是迄个流氓教授，迄个陈建良。原来你已经出来了。你毋是去读大学，啊，你毕业的？啊，建良啊！建良，安尼哦。你敢叫这个人刚来考零零？你敢刘阿高姐，这流氓教授呢？啊，教授呢？高姐，叫我看卖啊。哈啊！我老实讲，徛伫这个舞台顶袂晓教，你徛起来，我用脚教，我拢用脚拉，用脚拉较拉有。范围面积比较大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。你也拍摄一下。你都大拢用过啊，你搁会歹势？
你上过的查某比我吃过的饭搁较多了。我一直记得他上次坐奥多麦在那边喊呢喊呢喊。你也有看到？你唔知？迄个白书干哪有？咱白书阵妈祖出巡去登桥，伊会家己喊的喊的喊，伊台湾哪会喊呢？对啊，你都唔知嘞吼，迄先进嘞，哦先进嘞，哎先进嘞啦，电动椅啦，哦电，电动按摩椅啦，哦哦，哎呀，那叫先进哦，哎坐上去会高潮的，他在那里不知道高潮几次过了吼，这可能不好说，你敢问伊干嘛讲袂好势啊？送不完啦，哎啦，用用到唔知几下，一工唔知要搓，不，一工唔知要舒服几届啦。你讲我好势哦！你尽量卖给我讲出来啊！你紧手无本性，你特别夹起来，我搁控制一下。你跟姐姐都这样子，我是看到你就会这样啊！我黄标吗？没啦。黄标是特价品吗？还是黄标比较贵？黄标会被下架的。哟。思念你，思思思念你，轻轻地叫着你名字。思念你，思思思念你，你敢不听你？这生命的梦是你，困也一晚困不起，想回不再来可惜。我数哦，你看麦，我只有数两字，会晓无？等下安尼唱。我就跟你说，旁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干嘛叫你听那数？来，来镜头底下你数看。不会把我提出来，我不会把我提出来。数珍珠奶茶，你数无？伊落珍珠的时阵，不是安尼数的数的数的吗？啊，无珍珠数袂起来啊。数两字，我无叫困了啊。叫你名字。感谢贵宾、好评、分享啊！感谢您的捧场，谢谢！我最近拄到伊拢足激动的。